其实我刚在台上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就看到导演他坐在第一排，我就想说，连看两天演唱会挺累的。坐成什么？所以不能跟粉丝一样呐喊，就是我觉得就是感谢，都是来吃饭的，不是来吃饭，这是什么定位？来吃饭的都是自己人，对不对？就说明能坐到这儿的都是台前幕后辛苦的工作人员，然后包括来替我们撑场的歌手朋友们，还有品牌爸爸们，是吧？还有主持人辛苦了，主持到12点，辛苦了，主持了2天。对，然后就很感谢大家吧。然后山河令能够这么圆满，这么体面，就多亏了大家。是的，是的，张老师说的就是我想说的。那我就补充一下吧，就是再次感谢。今天我们演唱会，当我得知要服装的时候，我就其实心里面在想，会不会是当时咱们的化妆和梳妆老师，然后一来到现场看到就是满满的，当时又全是当时咱们剧组，包括后面宣传的各位老师们，真的非常感动，很开心这个春天能不光是春天，还有去年夏天能够遇到大家，然后。是山河令的缘分，让我们又重聚在此。我希望不管是，就是今天山河令可能画下了句点，不管是今天还是以后，还是未来的10年，以后咱们如果有机会的话，还能重聚，那也是一段非常可贵的缘分。一定会再做一回，能不能用一首歌行呢？我现在不敢说，用一首歌行不行？现在。说爱听才会赢，为什么三分听重点七分头大听爱听才会赢。